准。哎，这是那个全胜吧？对。没想到给我打电话了。我现在带 Selina 的状况，可能带得太急了，她变得有一点觉得训练没有这么的有趣，那么的好玩，所以来打电话跟你询问一下，讨教一下。她没有这么多的运动和健身的经历，她会觉得踏出那个区会很没有安全感。我觉得确实龙准其实是目标性很强的那种教练，嗯，而这种目标性很强的训练可能对于刚开始练的人来说会有难度，会怕是吧？会怕，会怕。他其实就跟就像一个小朋友一样，就是你得一直哄着。我觉得你可以在你的训练中再多加一点点，就是相互玩，而且你可以加一点点你跟他的互动，至少从心理上他会有更能接受这样的训练一点。我到现在还是觉得我很对不起全程教练。陈建后来他就没有当教练，他现在在那个公园里面扫地。你现在看到是在公园，你不要太内疚。